to breathe and watch the clouds roll by.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time when we You don't have to say anything. I don't want you to think too much. Let our bodies soak in the sun. Yeah, there's no need to run, no rush. You're my caffeine in the morning. Got me feeling like I'm on top of the world.大家好，我今天是坐了将近5个小时左右的静冈线，现在终于是到了九州的福冈县。哦，不行，现在实在是太饿了，我现在找出口出去，赶紧出去，然后找一家比较好吃的店，吃一顿午餐。国都站呢，在九州也算是一个非常大的车站，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基本上也是不知道这个站里面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完全没有方向感。哦，对了，今天好像刚好是10月31号嘛，那我不知道这边是不是会有那种万圣节的一些活动，看一下这个是什么。那说到博多，我最先想到的会是拉面，还有跟他这边的那个内脏的火锅。现在我来到的呢是博多的地下街。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在这边吃过一次他这边的一个，就是用铁板烧的一个内脏吧，算是。不知道还在不在，希望他没有倒闭。
就这个地下街感觉真的是很庞大，然后里面这个道路也非常让人感到迷惑。幸好我手上面有这个地图啊，不然是根本是寸步难行。哦，这边就是博多的一番街了，好像还开着。我记得当时我来吃的就是这家天神的这个 Hodomo， 就这家。中落ちカルビとミックスホルモン。中落ちカルビとミックスホルモン。はい、以上です。今天点的这个东西有点小贵，嗯，但是我觉得难得来一次嘛，就尝一下试试看。哦，这个颜色看着很不错，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有些什么成分。这边呢应该是有这个牛肠，然后里面，嗯，啊对，这边光是牛肠，然后这边是牛肉，然后中间是豆芽，然后呢这边是牛肉蘸的酱，然后旁边这个应该是醋，然后还有附赠一个味增汤跟一碗小小的米饭。它这边的米饭跟味增汤是可以任意添加的，不收费。先来尝一个牛肠，要夹着饭一起吃才好吃。哇，夹不住。这个肠有股那种焦焦的味道，挺不错的。现在把牛肠跟肉都是吃完了，最后喝一碗汤。哎，ただいま。じゃあ、次は。他这个收银台好远呢，在这里。哇，一顿饭吃饱，吃饱，吃饱，喝足。好，那我今天早上是4点多起来，然后坐了5个多小时的新干线，一直到了九州的福冈县的博多区。那现在呢，刚刚吃完这边的午饭，打算在这个附近逛一下，看一下这个附近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玩的地方。OK， 那我在博多的旅行啊，现在就要开始了。那本期的节目啊，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